因为昨天他不是特别去立法院找韩国瑜吗？啊，韩国瑜还给他秀秀说你被围攻了，加油！啊，谢国良说相信韩院长可以帮助基隆啊，帮助基隆什么？他现在讨科莫维修啊呢？他讨的是建设啦，他讨的是那些地方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跟韩那国瑜不讨。是应该跟行政院来讨吗？对啊，对，你那我要去去，跟他讲内阁案干嘛你呢？讲市场或什么的，那拉些韩不粉，归韩国瑜管啊，不归立国瑜要法付院钱呢、啊？吗？就跟你要请教被罢免的 SOP，以及罢免后心理调试的过程吗？后来陈柏伟不是有要教他陈柏伟要教他，但是韩国瑜有两次，一回生二回熟，陈柏伟还是生啊，韩国瑜熟，好，韩国瑜熟，韩国瑜比较有成功跟失败，韩国瑜比较专业。我觉得这个谢国梁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点乱了套了。因为为什么他现在被提告强盗罪？因为对内特来讲，他认为二到四楼就都是我的嘛。那当然，你说最后法院怎么判？因为这个案子还到法院里面去审啊。那最后产权是不是最归到这个所谓的基隆市政府？那也要等到最后判决定谳。但内特现在的质疑就是说，你今天破门进来，或者你就是强行进入我的空先告你间强盗案嘛。那他就是你先进入到我的空间，所以。当谢国梁今天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而且老实讲，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你要进入到侦查里面的时候先开这个记者会？你想要带风向嘛？想要先讲说哦，我把多个东西讲一讲，讲一讲，就进去哦，我已经对大家说清楚了。可是你其实没有说清楚的那个点，就是啊，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我只是进去公共空间？请问你认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吗？如果是公共空间是没在收门的，你知道不？因为公共空间是要让大家自由出入的，为什么那个地方锁？所以他认为说市府资产这个算公共空间吗？他认为二到四楼是市府的资产啊，资产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争议嘛，就是现在其实在进入到法院的阶段，你看内阁其实讲法就是说啊，你应该要等到法院有判决出来之后，那这个东西定案了之后再来。但在这个还有质疑跟争议的阶段里面，你强行要进啊，他就认为说你今天他觉得他有理由可以对你提告嘛。那所以你看，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整个的乱了套的原因就是这样嘛。如果今天基隆市政府的那一天晚上的这个动作是全民叫好，大家都说好棒，你真的捍卫了基隆市政府的权益，我相信现在不会有人去质疑说，谁下令的？我相信每一个在场的都会跳出来，是我下令的。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负面的，所以这时候赶快出来解释说我没有下令哦。啊，有没有在场？有在场，但是全程可能一句话都没有。我现在只是认为说。因为之前有照片流出来嘛，说哦，你其实是有参加啊，有在哪里出现哦？会不会接下来也有一个声音说哦，没有，你不是全程什么见证人，原则不发言，你搞不好有说话，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市长如果今天参加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简报或者一个会议，然后从头到尾做呢，甚至连可能点头都没有，一点头可能会被人家讲说他可能从头到尾面无表情，不笑不跳不走路，然后都这样。很难想象嘛，那大家讲话的时候不会问一下市长怎么样，或是这样？是拿个饮料喂到大家或什么之类的，这算不算不在场证明呢？我没有讲话啊。不算了，他已经有在场了，就他其实有在场，但问题是在场你有没有做任何的意思表示？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他一定要出来解释说我没有下令，我有在场，但我没有下令，那大家就觉得说奇怪啊，你现在画面上面可是刚才那些警察是这些人是因为都睡不着，突然想到要穿制服，然后突然到了地点去，一穿利亚利加，哎呦正好利亚利加，哎呦人打开龙地加，啊不然呢后来来暗起半夜困没起，不然来东岸广场好不好？你怎么想也不可能是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但问题是当基隆市政府前面要解释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去捍卫这一些人，因为他今天穿的是警察的制服，他在那里，大家就认为说你是在执行你的职务哦。但是没有，我们现在看到市府从头到尾只强调一件事情，市长没有下令。那然后呢？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半夜大家突然想到，然后穿着制服一起去那边喝咖啡吗？制服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要补充一下啦，基隆市政府的交通处并没有在市政府里头啦。所以如果交通处长要报告，会在交通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不用特别跑过去。哎，招聘呀，这是在市长室及其周边的会议室做简报呢。那就被各位知道跟市长简报的最后一页写什么？恭请军长才是啊。就简报完了，就要最后一句话啦，就恭请军长才是啊。啊，你军长一定要才是啊。所以那一天开会一定有一个所谓的长官啊，那个长官到底是谁啊？那现在谢国梁意思就是讲，迄不是我，
那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你现在来上台的是那个交通处长，交通处长若要讲这段交通处开会就好啊，也免超去市政府来对过，因为基隆市政府的那个空间其实很小，它很多局处其实都在外面，并没有在市府里头，要进到市府就是要跟府一层报告，就是要去跟谢国梁报告嘛，所以谢国梁其实参与了那一个会议，有参加就有参加了，有参加又怎样嘛，就你主持的会议。大家不会怪你啊，你是市长呢，你现在到底会要把这个东西切到什么程度啊？切西郎。好，现在网络上发起了拆梁行动哦，但你看哦，现在谢国梁呢，不断怎么样呢？挂刊板，到处开记者会，要帮自己花，这样有用吗？小芳姐。老实讲，我觉得很遗憾啊，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在讲到了卤味啊，还有这么冷的天吗？我们要喝汤。我们事实上是因为有收到谢，我们有收到简讯的，各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里长之间哈在传，他先问说：“哎呦，哪位里长啊？我是哪里哪里哪里的里长？正好是他在下个礼拜的时候要邀请的一个里啊。我们市长要办说明会，市政说明会，礼拜一的晚上7:30到9:00，地点都出来了，备有餐点、卤味还有汤。这个是谢国梁现在要做。那这是第一场，这是第一天。那每一场每一天大概都会比较办理。谢国梁，你在心虚什么？”老实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有一首歌哈，考秋琴以前唱过，叫《官逼民反》啊。现在基隆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官逼民反，很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在昨天看到了八堵警察不幸丧生，因为有两位，这个除了警察，还有一位民众不幸丧生，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件，一个偷车贼。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支持这位员警。可是呢，还记得在228当天，田寮河里面变成泡泡河，这跟你基隆市政府、你的环保局是不是因为你的螺丝整个松掉了？还有呢，你的几个停车场，还有你停车场跟商场的问题，还有非常多，连你法律顾问的那个标案，我们都觉得你的基隆市怎么会那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官逼民反才会有民众，那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行动？那用蓝色的底，他们说山海公民要拆梁，他是有论述的。他是说，过去蔡适应在基隆啊得票是71000，所以他们分析出来以后，认为如果要罢免谢国梁的77000，他认为是有机会的。他们是认真的要去做这回事，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他们是效法过去韩国瑜被罢免的那个时候，人家是要有计划、有秩序，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朝向他们的理想来进行。为什么？如果不是你在基隆市搞得天怒人怨，连一个田寮河都会冒泡泡的话，为什么基隆市民这么冷的天气，他干嘛还要出来 call 呢？他干嘛他还要出来做这些事情呢？老实讲，我觉得谢国梁你要反省了，不是你告诉我说你是政大法学院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那我也是政大的，我政大商学院的，那又怎样？所以我觉得谢国梁你要面对问题，你要面对他才能够放下他。好，请教委员哦。那我觉得谢国梁有时候我也看不太懂，哎，你要挂看板啊，到处开记者会啊，开群组啊，啊，你合约拿出来不就好了吗？那我觉得你做那么多操作，干嘛不简单一点呢？包含合约哈，就是说这都是基隆市政府他在正式说明的时候应该要讲清楚，包含他现在开的所谓正式说明会。那你说正式说明会可不可以？我觉得当然可以哦。那大家会很疑惑说，为什么谢国梁这个时候要不断的跳出来，一直在把这个战火一直引申哈，的确在这个争议开始之初就有出现罢免的声音了。或许啊，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怎么判断，或许他们当下觉得这个很重视这样子一个反对势力，所以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你们意思也是，你们不晓得为什么基隆市府这一次会这样做操作吗？因为就是你现在所有每次在说明东西，都跟他这个合约或跟他这个商场的所有权怎么样，其实都是相对都是其他的事情哦。你真的合约的争议其实有没有讲清楚？没有啊，几乎都没有还特别讲清楚，或讲清楚大家不在意还怎么样，或者是谢国梁譬如说一开始讲没有吸毒啊，这其实跟合约没关系。那当然有没有闯入门进去，我觉得这是基隆市政府行政是否适当，他的确是需要去捍卫的部分。但民众基隆市民真的关心的是，党内没有人跟他说一下吧，就合约拿出来啊，或者你这个操作错误啊，去倒沙缸。党内啊，毕竟他现在是基隆市市长嘛，我觉得他自己的幕僚啊，包括他整个局处首长，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建议。但是因为现在哈，我觉得没有回头路了，现在。
因为没新闻，你知道，每天讨论的东西，好变成说，除了基隆市民关心之外，不要讲出我们的内心话。是，因为没新闻，所以他在做新闻嘛，这比较可怕。其他是、欸、很厉害，谢谢国亮。对，你说基隆这样是变成一个全国相较是全国瞩目的事情的时候，他当然必须去说清楚。但我还是要讲啊，现在所谓的地方的市政说明会啊，如果还是从请里长去抠人的话，讲实在话。还是过去可能偏国民党或支持谢国梁的体系去动员人进到一个地方，他并没有让你往外往中间，顶多加个四叉猫啦，对不对？其实没有往中间扩展的一个实际的效益哈，所以你这样做对于你去做一个政策解释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帮助哈？我觉得这还是很大的问号。如果你在现场讲完之后，下面群起激愤都说对啊，你看这个新竹市搞什么鬼？但问题是基隆市的年轻人。基隆市的所谓的比较偏中间的选民，到底能不能接受到这样的资讯啊？我觉得他们市政府自己好好的去想清楚哦。好，所以请教正浩，你看委员刚刚也说了，不懂为什么战火会继续延伸呢、欸？这一把火一发不可收拾，也因为我们没什么题好谈，所以继续再谈基隆啊。没有这题，我觉得就是谢国梁看我们可怜。看我们一口饭吃，这里我已经讲过好多次，要解决其实很简单呢。Say sorry 嘛，一针对二月一号的执法行为如有过当，我来道歉。二全案进入到法院，我们静待法院判决。就结束了嘛、欸？但他现在开群组哦、喔，因为那一天萧敬也有说，他还开群组把大家拉进去哦、喔啊，有些嘴群组、啊，但谈餐都不给哦、喔。基隆市高层呛嘛，要战就战，看谁先死。哦、我怎么会死？我们收视率好得很，怎么会死？对不对？我们是没有收视率才会死，好不好？他跟我们战，我们绝对不会死嘛。我们好开心啊，开心得很嘛，对不对？是他才会死哎、欸。嗯。我们又没有选举，我们死怎么死？我们不是现任啊，是他会被罢免呢、欸。所以这里我真觉得很单纯呢、欸，到底这么谢国梁再看一次，看过来好不好？针对二月一号的执法，如果有这个超出执法范围，我在这边抱歉，在、或者在这边表达歉意。好、一切已进入法律问题。我没有吸毒，就已经进入到法律，对不对？我是政大法律的，我们静待法院判决嘛，对不对？假如说我是政大法学院，我没有吸毒什么东西的。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嘛，尤其是开这个说明会有卤味，有卤味四叉猫已经去了嘛。我跟你讲，有卤味四叉猫跟印地大地绝对去。